哇，听着音乐就冲过去了。一切调好一点。这个歌他们一天跳好多次，很正常啊。今天最受欢迎的一首。一圈儿一圈儿的，三个字符儿，哈喽，哦，尤罗卡，阿曼德提，啊，二，二，属于谁？封闭。一点都不重，一点都不都不累，一点都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不要坐着，上来。他万个去，转二嘛。他跟到那个我在那儿，他就那儿。哇，现在凉快一点点，吹风嘛，吹个风，吹个呼啦呼啦。这音响的效果不正好，不怎么样，声音比较小。啊，不饱，不饱，不饱哈，很热，好些热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嘿嘿嘿，好些热。你叫就是一直冒了嘛，帮忙帮忙帮忙嘛，哎呀哎呀，你抱着看，
学吧。嘿嘿嘿，坐那个车子巴适吧，他喜欢坐那个车篮子里面，每次出去他就坐在前面。声音有点小，声音那个他们音响不知道咋回事，这个音响有点声音太小了。
收音效果应该收音的话不怎么好。哎，罗牛哥，你这样走嘞？啊？哦，这不累，走了，要吃撑点。今天还是早点回去，昨天回去回的比较晚了，昨天晚上回去都12点钟了，11:40多吧，将近12点钟了。然后我打电话叫那个小朋友开门，那个开的那个啊，吹空调回去洗个澡，然后马上把那个视频剪了，然后坐在电脑旁边不知不觉睡着了。睡醒了之后好像是2:28嘛，3点钟左右，然后好像把那个都已经做好了，然后传上去，然后迷迷糊好像又看了一些视频，好像又坐在桌子上睡着了，然后醒了之后应该在4点将近5点钟左右，然后就去床上睡了，啊，早上7点钟起床遛狗遛了。6:30，9:20多。我们家那个狗狗它7点多，它就要叫我了，在床边就要叫我了，起床了，它就要叫。它打招呼，然后它准备往床上冲上来的感觉，它就开始叫几声，叫你起床啊。一般7点多睡不着了嘛，起来，然后慢悠悠的就。洗漱，主要是带他出去到处逛，逛了9:20左右回来，一般都9点钟左右，九点钟到9:20左右。我今天早上9点多，我开我老婆的车，然后开了我就站那边去，就玩了一会儿，然后把。他说没有现货嘛，啊，然后啊后边就在那玩，玩了12点钟左右回来了。对啊，没来。嗯，他那个。还有微信吗？还有。哦，有抖音。抖音好像加了。对，加了的。对，跑了跳。他先走了那边，他每次骑车子他就先走前面。啊、哦。他要习惯了。哎呀，还有他。他先走上面了，别上来。哎，走。他刚好是走的，那个大哥打了之后都走不到。就是。他们很适合他的体型。今天我肯定要早一点走，瞌睡好像没睡好嘞。好，今天下午睡了觉了，迷迷糊糊的，因为3点钟睡到3:30左右吧。下午应该3点多睡到将近4点钟嘛，应该没有。我们家那个小朋友他约了朋友去他们同学家玩，他走了之后迷迷糊糊的，我搞忘了几点钟，应该在4点钟之前。好吧，出去玩儿。
上午长得差不多。这提的好高。今天吹的风吹的呼啦呼啦还是可以，有点凉快，它温度还。吃饭啊，这个。看看。去年吃的这些。哦。给刘娟儿他们去吃饭，就算没来。哦。就是都胖点了。他们几个。扎巴老师吗？拉巴，拉巴。拉巴。那个刘娟儿还有那个，他们去吃饭的好几个，他们去吃饭去了，所以。哦。刘娟儿也没来过的噻，娟儿也没来过。啊，没来过。好，他们在那边跳舞就吃的多，那个跳舞是舞跳了就吃的多的。今天他们可能晚饭没吃嘛，就。他明天你去不去藏圈一下？明天。啊，两点到五点下午。哪个要去？几个工作队都要去，我们三个队，境外的，境外和繁花，繁花香，繁花溪的吧，还有那个。千国啊。啊。境外也要去。啊，还有啥子？三个队的。境外。我看那儿发通知的嘛，他们没有，他没有，他们是那个运婚过来我的。去照看一下。下午几点？下午啊。这儿干嘛？境外中心做的差不多，安德隔三百美国，还青羊宫看花图西团队，长江一还一小小区，没时间可以。哦，就是那个嘛，运婚啊。哎。问他几点了？今天我没注意到，这两点到五点，我都没注意到。不是啊，明天降温了嘛？明天降温至少十八九度。哎，我看天，我也没看出来。就新的那个嘛，我们上次去了的。你有发消息交给他们噻。我们那边要去。我们上次是从早上。十点钟就去了，然后中午吃顿晚。明天二十到二十九下雨。哦，还可以。可以的吧？二十到二十九。你可以去噻，你可能没。露露肯定要去噻。嗯。露露肯定要去噻。哦，今天晚上可以。啊。二十到二十九。后天三十六。后天就。三十六度，也没啥子啊，大不了反正晚上就出来不热，不啥子。明天二十九，后天三十六、三十五、三十四。他其实没睡好，我们早上他七点我就起来，起来在跟我在那儿，他在那儿，他也没啥事跟我说。就是啊。啊，就是。你反正不在上班。我不知道他一直叫他屋里一直叫他叫咳叫咳嗽。哎，在咳嗽。咳嗽他叫吐叫吐水水，叫呛到。
跟二审的人喊我送花点蜡烛，然后人就名字就咋个的，他说的一起来自那边发生的那个。哪个蜡烛？就是跳舞的蜡烛嘛，就是头头上那个，就是那段就跳多了没多认真那个，就是那个跟拥挤，那个蜡烛，那个嘛，那个嘛，1376嘛。我买就算了，买那个送他就说噻。他给你。啊，他送了两套，我就买就说噻。他把钱给你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我送他就说噻。然后找人送就说噻。啊。你有钱吗？啊，我也再买一个送用具就说噻。用具拿出来。我再买个送用具就说噻。还有一个想送个龙心的。我不晓得他这个是二月三月这个是哪个是吗？我说没当过这个网友是的，他就写了我写名字，问他的名字写啥子，就写写他那个是来自美国发展的。哦，问题是他的钱给哪给你给我了噻，给了20美元。嗯，送三个两个可能我是牛嘛，然后他是送的拉错一个嘛，我不晓得王青那个送不送，晓得。王青，什么王青还是那个？不晓得，哦，就三个人嘛。明天你去啊，陪他去啊，有时间就去噻。我看。那两个酒店。没有，你要看我想说的嘛，没说。你看我想转给他嘛。你看嘛，你看嘛，没提。看我去团队没说啊。你看嘛，各种队的群里头你看，没人说。我转给你嘛。但是我不晓得，估计他都不说的话，那肯定没去。有人去的话，有人这个是真的吗？有个人去噻。你多事，我就是他肯定的。哎，我就是不想让他们晓得你还在那儿群里头发，你不是跟他。你先问他噻。你问啊，那个别人他去不去？哦，你说我们上次我们元旦也是嘛，就是三个队，也是景外，然后安德，然后前。就这三个队，然后我们元旦节嘛去了，对，也是三个队，很热闹，是四桌吃饭，但是我们那天是早上10点钟去，那时候1月份好舒服嘛，也不热，我们是早上去吃去跳，然后中午吃了顿，下午又吃了顿，吃了两顿饭。这个从安排到明天。通知了。我去了呢，上次我们不是去了，你没去了。嗯。我倒是去了，我觉得新的不得旧的，新的哈，他们把旧的树枝小了遮不到，有点晒。哦。旧的那个哈，它有那种大树枝，还凉快些。旧的地方我还喜欢去，然后喜欢新的，新的显得有点热。说明天不得出太阳呗。今天明天得不得出太阳？声音太小了，都听不到。我昨天你在那边多的。哎。哎，没去，他们都没去，可能不得去。我问一下嘛，我问一下。你问路了吗？我
去，应该去嘛。你要去啊？哦，去看，我没去过的嘛。哦，我去过。你快过去过去看一下场。下午两点。今天到五点。看嘛，如果是要去的话就去，如果他们喊到我就去。看嘛，但是请那个去的。包包最好放中间，可能安全。哦哦，那样。哪个走哪个，给你顺手垫好。啊，没事。你去中间的吗？你去中间的吗？就停到这儿的。我这儿玉米灯笼篮子过来，还巴适些。没得事，那地方没得人的。啊。那没得人的，没得事，看到。昨天没跳的嘛，昨天没跳，今天多跳点儿。昨天我来跳，昨天我在青羊洞。好久不见。昨天龙马跳都没跳。不晓得，不晓得。昨天我在青羊洞。他们都是跑到青羊洞和那个西面桥去。对对对。声音太小了，就听不清楚。而且声音那个音响有点破音。哎，破音那个。他那个是，就他们那个不是那个红车子，每天他们带起的。哦，那个。就那个木子音响还是。一般那个视频发出来，我也笑了。是不是很搞笑？那个全国转过去了，冲他们朋友转我一下，跑出画面了，然后又回来了。那个晓得个，就那音出去的，我晓得。他没说呀，他没说。没说，他现在也没说。以前他们比如说元旦节前，我都提前通知了噻。嗯。他现在还没说。